我那在电影当中其实你也是作为郑薇的教练是不是？是。哎，你觉得郑薇的功夫棒不棒？还行吧，还行吧。哎呀，这伤心了。来来，我们让郑薇说几句话。这可是未来的这个巨星啊！现在呢，非常的幸运加入了功夫梦。来来来，你是怎么样这个机会能够参与这么样的一个中国故事好莱坞制造的功夫梦呢？其实这次也是非常的荣幸啊，因为剧组一部分人员去我们学校选那个演员嘛。是。然后呢，我就是在训练中。 然后荣幸的被选上了，然后又经过一层一层的选拔，然后最后又到了北影，然后也是有很多的测试方法，很多的选拔，然后最后选上了我。总共有多少人参加选拔？对，你有多少对手呢？这个角逐这个角色，记得吗？大概不太记不，很多人，因为每个学校都挑了很多人。啊，是是。不过无论如何，他真的是万中选一，真的是最帅的那一位。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这好话吗？ 因为他手上有剑，其实焦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场的三位啊，也都是有多重身份的，都是功夫非常的好剑了。所以应该您就是要来一段舞剑了，对不对？来，我们舞台让给我们可爱的，掌声有请郑薇。郑薇，加油啊！秀一下你的中国功夫。于老师叫我要躲远一点。 失敬失敬，王老师，我觉得您年纪轻轻，您应该习武不少年了吧？对，其实郑薇今年十五岁。你今年几岁？对，我今年十五了。那习武几年呢？我学了七年了。七年啊！哦，你看看我们那个小时候都还在对，跟别人在跟其他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他就应该习武，太厉害了！谢谢你的表演啊！掌声鼓励一下，谢谢。